讲一下刚才许的三个愿望中的一个。希望我们每个人心底都是善良的，对，都是拥有正能量，对，很简单。谁把谁的灵魂装进谁的身体？然后其实很多人也会说，明星做慈善会不会有作秀的嫌疑？你会怕这样质疑的声音吗？其实我更关心的是，我的帮助有没有帮助到必须需要帮助的人？如果我觉得我帮助到，那我会很开心；如果有质疑的话，我也不会委屈。因为演员是需要沉淀的，我希望我能够让自己做得更好，让关注我的人给他们争口气。我觉得作为演员的话，角色是最重要的，作品是最重要的。孙子大哥有什么话说？我希望我能够是一个很好的人，演戏也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状态，能够成为大家所去喜欢的人。演戏是我一辈子的事情，而不是只是现在的事情。希望你们能够一直陪着我。